百年老校中正国小欢庆125年校庆，近思阅读书轩是学校的生日礼物。揭牌，书轩起航。学校重视品格教育，常邀请口族画家杨恩典到学校演讲教学。他特地来见证书轩的启用。这个是孩子的福气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。 方向指引他们。老学校育才无数，书轩是来自校友主动回馈。非常感恩哦，张明正董事长，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他知道近思阅读书轩，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好的，他就哎，我的母校也可以啊，所以他就主动找了校长。我小时候就读过了近思语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品格教育要回到教育的主流。 所以当下我心里是非常的雀跃跟兴奋，终于有这个机会。书轩里有校友的关爱，更有心灵成长的机会。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安静，比较没有人会吵。这里还有多了那些一些近思语的绘本图书馆都没有。一本好书在孩子的心中种下善种子，也指引着人生方向。大爱新闻陈怡珍、林道明，屏东报道。